你平时不跟朋友出去喝酒唱 K 什么吗？唱歌喝酒，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唱歌喝酒的。唱歌又不会，喝酒又喝不过别人，只能靠完整的演戏办公室了。啊，你看这个游戏，我章又厉害，技能不灵不灵的，里面的小哥哥呢帅得很，小姐姐说话声音又好听，平时和他们一起共乘开心得很。嗯，忙的时候呢还能挂机，这个游戏真的是玩4年都不腻。